美国当局，闺女呀，来来来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哎，看看，娘给你烙的葱花油饼，咬到嘴里头啊，又香又脆，北方人都爱吃这个，来，尝尝娘的手艺。 闺女呀，咱家里没剩好吃的，可娘啊不会让你饿着嘞。吃完了，咱们到院里坐坐，看看，天天老闷在窑里头，闷出个病来咋办呢？啊？过两天，娘带着你到村上走走，认认亲戚，啊，到左邻右舍呢认认门儿。 咱这个地方是穷，可咱这地方的人呐可好嘞，以后啊，你慢慢就都知道了。快来瞧，快来看啊！